张老师，你今天带我过来到底是要干嘛的呀？虽然我们是契约关系，但在外人看来你还是我的妻子，所以我希望我们日常外出见爷爷或者是见家人时，你都能以我较为般配的形象出现。啊，请稍等我一下。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请问你。张老师，其实你的心意我已经领了，你真的不用为我如此的破费。应该的，工作需要，走吧，就在前面。张老师，所以你今天带我来，是来买书的吗？那你以为要买什么呀？没事儿，挺好的。昨天做的试卷我已经看了，基础知识有很多欠缺的地方，需要系统进行补习。我给你整理了一份书单，就把这个书都找出来吧。统计学张一华主编。统计学张一华。哦，我找到了。应用线性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从数据到解门。啊，找到了，下一本。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统计学原理实验指导，管理统计学。找到了，下一组。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更高效的看书。因为这只是你一周的书单。一周。对了，还有一本《独立分期成分中的高阶统计量方法》，就在那边，我刚刚已经看了。张老师，那个书在哪儿啊？哦，我看到了。你饿了？不是我，这里没有别人。真的不是我。去吃饭。两位下午好，请问想吃点什么？是对这里的菜品不满意吗？啊，没有没有。那就是有其他想吃的。我想要一份炸鸡。对不起，本店不卖炸鸡。好，那我再看看。店里有没有鲜鸡肉？有的。亚麻油或者是橄榄油有没有？都有。鸡蛋、面粉、面包糠以及各种调料应该也不差吧？齐全。那做一份炸鸡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油温控制在180度，
误差不要超过三度，这样炸出来的口感才会好。对不起先生，本店有规定，只能做菜单上的菜。张老师，啊，我记得你，你是正本大学的，对不对？上次上张老师的课，你还坐在我前面。学姐，你记性可真好。我是经济学专业的，今年大四，我经常去蹭张老师的课呢。这边我来，你去忙吧。嗯。张老师，您二位今天吃点什么呀？我们点一份由醋制的海鲜沙拉，嗯，以及一份炸鸡，亚麻油的。炸鸡。谁让你私自夹菜的啊？后厨的节奏全被你弄乱了。他们家的菜也不复杂，我才……啊，菜不复杂就可以了吗？我就是讨店长，不好意思，请你不要这么说他，啊，是我们让他这么做的，所以请你别再怪他了。哈哈，这位客人，您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了，请您不要再干涉我们管教自己的员工啊。那你也不能人身攻击啊。是他一点用都没有，只会影响生意。你凭什么这么说呀？如果你的员工能都像他一样，那你们店可以变得更好。你又凭什么这么说呀？就凭你们店其他的员工全部都拉着一个臭脸，只有他一个人是微笑着面对客人的。多笑就能多赚钱了？你们怎么都这么天真？哎，这还真不是天真。我想您一定不清楚顾客满意度的指数模型和餐饮利润之间的变量关系。餐饮业隶属于服务业，顾客的满意才是第一生产力。与其一味地拒绝客人的要求，不如变通一下，满足客人的需求。我建议您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指数模型，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直接向他请教，他会一一给你讲。明白。你有没有注意到窗户边的那位男士？他是米其林餐厅评级的经常员。你们餐厅是不是不想上这一期呢？米其林餐厅指南。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怎么知道刚刚在窗边的那个是米其林餐厅的监察员？我确实不知道。那你就是说谎了。善意的谎言不能算谎言，这可是你说的。放心，这些书我回去一定会好好看完的，而且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大四我也会好好毕业的。那之后呢？啊，张老师，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啊？你这么想自己？我怎么想重要吗？反正大家都觉得我是在混日子。至少在我看来，你不是一无是处，也不是一个没用的人，只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就像你之前说的差不多的理论，让自己舒服开心，这的确是一种选择，想法不错，但是现实的情况通常会让你觉得事与愿违。是吗？别担心，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会尽量帮助你。我们先从学位证开始，我相信等到契约结束的那一天，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嗯，吴江。哎，依依。嗯，我刚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张思年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人。你好，他细心周到，还挺直率。嗯，而且还英俊帅气多金。嗯，而且智商情商双高，还挺有责任心。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你哪里不对劲。我哪里不对？你说。你喜欢上张思年了？瞎说，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张思年啊？提问，回答，喜欢咖啡还是茶？咖啡。
喜欢拿铁还是美式？拿铁。喜欢冷的还是热的？冷的。喜欢红色还是蓝色？红色。喜欢夏天还是冬天？夏天。喜欢语文还是数学？语文。啊，吴亦凡还是张思年？张思年。爸。玉树，不，张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有三分多钟了吧？你刚刚是不是拿着我的衣服在擦脸？没有啊，我刚刚在检查衣服洗得干不干净，结果发现好像洗得不是很干净，所以我打算再去洗一遍。哎，等一下，我一会儿有件事情想跟你再谈一下，我先去洗个澡。你说，哎，过来坐。啊，我用爷爷给你的礼金帮你买了一份理财，在合同里增加了一份补充协议，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作为你每个月的生活费，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里签个字。你说，你说，你说，嗯，张老师，签字。啊，签哪儿？哦哦，签好了。你签的是什么？我签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张老师，对不起，我签错了。对不起，张老师，我改一下。算了，我重新再打一份。我刚刚在想别的事情。干嘛？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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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上次给你买的习题做了吗？啊，我做了，做了。拿给我看看。啊，好。只做了一半，但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换衣服。啊。去学校。去学校干嘛呀？下车。张老师，要不今天我还是不去了。动态数列的定义这堂课你并没有学会，今天正好有课，去旁听一下。旁听？张老师早。早。下车。老师，要不然的话，你把教室号告诉我，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了。319。哎，好。那个同学，请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人？有人。啊，好。随我跟你说。那个这儿没人了。没有。背包很特别，有吗？课桌是学生学习的主场，不应该是你背包的秀场。云舒，你过来坐。先讲一下相对数的两种类型。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课，同学们再见。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张老师真的是个计时器，每一次最后一句话都压着下课铃。你说。上课的时候专心一点，不要总是发呆。哦，我知道了。擦一下黑板。我要一个那个。给我拿。快吃吧。好。菠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C、E、B 和 B 二，是脑细胞代谢的重要供给者之一。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吃菠菜，而且，其实我觉得我的脑细胞够用了。那好，你跟我说说今天上午那两堂课的重点。啊，我吃。我吃，我现在就吃。你也要多吃。张老师，我觉得我的大脑早都停止发育了。显然还没有，多吃一点。鸡蛋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我是说，刚刚米粒儿粘在你们的脸上。